这样就可以了。就在闪，就是他还在对。哦，这样子。最后素材出来都是颜色。然后这样就好了。然后这。有谁没拿枪？他人没拿枪吗？搞定了。我在调他左跟右之前，我有这边有需要按什么东西？不用，你除了可能，那就看个人喜好，有人喜欢往前是最近，或者是往前是最后，就是看你个人喜好。你想要换方向，你可以按七下 ，motor direction。所以你如果按，像我喜欢往前是越来越远，那我就按七。说就是按七下就可以调整它往前是越来越远，是往前越来越近。哦，调光色啊。好，这样，所以现在就变成这样是越来越远，这样是越来越近。就跟这边是，对的。就看个人喜好啊，我是喜欢这样子是远，然后我自己是近。它每一颗镜头好像方向不太一样。那要调回来的话，是再按七下。就按再按七下，这里都有说明是吧？你们自己看。但是它的太简略了，我实在看。我就不确定，看得很模糊。但好像也没什么啊，就是除了这个跟 A B 点。还开始还没拿？哦，有这边。有人还没拿下吗？我三根是不是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在学那个手上，那我就自己人。要插在这里吗？要把镜相机烧了。插在相机上。相机放。还是大家就这里。